对，没有那么高。不好放，它能放高。对，可能放进来会难放一点花样泥。哎，你那个有捷克的吗？不好用吗？不好用。捷克是那个二锥。其实它这个稻根用机械去完成，而不是说缝纫机稻根。缝纫机还是往前缝的，没有，缝纫机还是往前缝，就往后面拖一点过去。对对对对。缝纫机的原地打不一样的。对。啊，每次回味。嗯，这个。这边东西有做的话，到时候送给别人。你放心好了，大家说好事情，那就做好的。因为反正我就不是做这些机器的，没也没人找我的。我们国内纺织太快，所以说我的修理啊，都不占我们国内的人。